新竹渔港，现在我们到了新竹渔港，哦，从台北到这边才花了时间，才花了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哦。现在高架的速度蛮快的，哈。好，现在等一下，我们就要在，在这边就要，我们就要来换这个鸽子，哈。啊，今天空气是比较。哎，你整个弄落起来。哦，你放完我再两件到我这上面。好了，啊，你一只要买半杯啊？什么？你两只叫啥？啊，一只要买半杯。我们今天试的就是一次，一次。